哪儿啊？王府爵，哎，王府爵，你到底要去哪儿啊？刚来就走？我看你是不希望我来吧。哎呀，你到底发什么脾气嘛？明明我才是你的正牌男友，却连公开的资格都没有。满世界都在说你和别的男人是天生一对，到处在说你们的恩爱甜蜜，我能不生气吗？你怎么就不能理解呢？这只是工作而已啊。我理解，但理解不代表能接受。对不起啊，我以为你不介意的。我怎么可能不介意啊？我本来以为你们只是演演戏而已，今天要不是我亲眼看见，我还不知道你们关系这么好。你告诉我怎么才能不介意啊？哎呀，不是这样的，他其实只是……我不管他是谁，他对我不重要，重要的是你。我知道你在避嫌，要不是顾忌你，我巴不得对全世界说你唐苏就是我的女朋友。我知道你那么努力是想要成为更好的自己，我也知道你拒绝我的帮忙是不想让别人看低你，可我根本就不在乎别人的看法，我只在意你的感受。只要你心里认定我们这段感情，公不公开，我都尊重你的决定。走。去哪儿啊？我忽然觉得，所谓找一个合适的时机公开，根本就是在浪费时间。最重要的是，珍惜我们现在拥有的当下。黄甫爵，我现在就要向全世界宣布，你是我的。我将不再是一个人，我的身边